主数字为如下，是求中位数与众数的和。我们先将数字由小到大排列，12 12 13 13 17 17 18，那它的中位数就产生在13跟17的平均数。所以等于15，它的众数的话出现最多次的数字是17，所以它们两个相加，15加上17等于32。